六點鐘嘅樂富街市，啊，人山人海啊，影到有啲人買花啦，有啲買餸。今日得16度咋，好凍，好大風，濕凍啊！突然之間咧，即係熱咗幾日，好似有啲夏天嘅感覺，跟住又哇變翻冬天。所以我就話三月應該會嚟多轉。啊！唔好以為咁快變夏天，啊，未咁快嘅，應該三月四月左右啦嚇。咁樣見到條街咧又濕啦，又凍啦，擔曬遮咁樣嘅，啊，好瀨氣啊！今日就咁，我諗住所以就喺樂富咧就拍下啲室內景算數。嗱，去睇下樂富嘅人流咧，啊，唔算話太多啊。咁啊，總之咧就哇擔曬遮啊，個個都啊落曬雨，又大風橫風橫雨啊！今日就。哇！今日地下濕到咧，跣到阿媽都唔認得啦。哇！今日超市好多人啊，啊咁啊出曬街，啊出街上面唔多人，但係裏邊就好多人啦。咁啊，大家樂啦，睇個情況啦，都人多嘅基本上，又係逼爆咗啦，成個大家樂。咁啊，樂富呢度都有個小市集啦嚇。咁啊，又係嗰啲同我琴日行嗰啲差唔多啦，分開嗰啲嚇，都係啲小酒手作啊，即係啲耳環啊、公仔啊咁樣。年年都有搞嘅，其實基本上。今年咧就即係其實區區都啲商場都搞下呢啲咁嘅嘢。啊，就係叫做。啊！令到個商場有翻啲氣氛咁樣。哇！155元流心鳳凰酥。基本上我基本上都落鋪間間鋪頭咧，而家食飯時間都爆。啊！依間飲茶先有排長龍。啊！出翻曬嚟啦啲人。啊！飲茶好開心，因為落鋪就冇乜茶樓。依間都好似得，好似得一間二間咁嘅嘢，好似兩間啦，我記得好似。哇！今日可以睇到啦，又濕又凍又落雨。哇！牛插鍋喎，好哇，咦，好豐富喎，有牛啊，有剩。哇！個個都哇，一份牛咁樣，一個湯底咁樣喺度食。我哋樂富依間咧亞普泰咧人流又唔算多喎。哇！好多人啊，今日商場啊，咁啊睇下啲師傅表演古早味蛋糕。佢呢個係一種點講好咧？就送埋俾你睇咁樣，啊，真係會震下震下個蛋糕。最主要是看它怎樣切的，熱辣辣的，這些哇整串。我想它這個是懂宣傳，因為它呢現在就 show 給你看個蛋糕的整個製作過程，透明的，啊，即像日本那些，啊，哇震一下震一下整串上。所以你話我雖然覺得佢開即係有啲泛濫啦，但佢成功有啲原因嘅。哇，好多箱喎！哇，啲人真係買嘅喎，一箱箱俾錢。嗱，啊，咁，那個樣又真係擺相都 OK 嘅，真係一磚磚咁樣，成個磚頭咁樣。都幾有趣啊！麥當勞啊，咁啊坐滿啊，座無虛席，窮人一物。以前依間好似係賣眼鏡定乜嘢嘅，咁啊執咗啦，變咗間龍本方。啊，今日食下面館啊，因為即係兩個人未必食得曬啊，咁啊一個餐都 OK 喎，佢話。啊，咁啊都算係咁樣，咁
咁啊，洗下啲杯杯碟碟先。啊，先嚟嘅前菜啦，紅油抄手啊，其實啲雲吞咁嘅樣啊，咁啊好大粒，做個豆漿，熱豆漿。嗱，呢個咧，基本上咧嚟下面嗰啲必食嘅，哇，酸辣湯。加個雲吞，再跟住淮山麵咁樣，嗱個 size 個 scale 俾你睇，啊一個拳頭啊，三四個拳頭都有我諗，大碗到咁，哇好正啊！啊嗰、那個酸辣湯係滿咗嘅，啊跟住咧而家就啊我又食啲，啊我條女又食啲咁樣，第二碗啊！啊！食飽飽啦！啊，拆曬！哇、啊，下面館都有盤菜啊！咁咧就六六八啊，好抵啊！咁啊，85元嘅，哇！我覺得好似係四人餐咁嘅樣。哇！咁啊，呢度啲公仔幾靚。咁啊，壽司郎啊，咁啊，5.9要三部啦。以前有大排長龍嘅，咁啊而家就冇啦。咁啊落雨濕濕啊，一大堆人排隊搭的士嘅，哇落富人都幾有米。咁啊今日個頭髮啊打曬風咁樣 ，Boris Johnson 咁嘅樣。咁啊睇到新聞啦，咁啊陳建波咧就話投20萬名市民接種疫苗咧有30萬嘅保險喎。即係如果你打，即係不幸地離世啦，打完之後又賠翻錢俾你嘅，哇有啲驚喎，大佬打疫苗原來係會死嘅喎、啊，有一個機率啦，但係唔知幾大啊，即係同埋邊一隻疫苗啦，咁呢個都唔肯定啊，咁但係應該將來會打嘅。咁我今日睇啲數字咧，其實全球嘅數字都開始驟降，啊可能半年到啦，如果冇乜特別變種嘅話咧。可能就差不多噶啦，嚇、啊！這個肺炎嗰個風波就啊，伊俄嗰個熟食區啊，好受歡迎。啊，正喎、啊！這個蟹肉飯臘配焗伊麵，88元一盒。哇！這個龍蝦都有喎，龍蝦伊麵都有。啊，這個咧牛油焗龍蝦，168元一盒，不過就哇，一堆魚啊！咁啊，樂富 food court， 咁啊，剩翻一半人喺度啦，因為都要就嚟收檔噶啦。啊，樂富依間人魚堂喎，賣啲藥材嗰啲，啊，都幾多人，啊，幾受歡迎。啊，今日依一堆咧就咩華潤堂啊、屈臣氏啊咁樣，啊，依一堆咧呢條街咧都幾旺，啊，成條街逼滿人。哇！剪頭髮啊，大排長龍啊！這個快剪啊，咁我平時都喺度剪，不過今日就咁多人咧就邊度啊？費事啦，揾就少啲人咧先嚟剪。要撞手神嘅，有時有啲高手咧彈到咧，哇！好似演奏級嗰種感覺嚟。咁啊，上海佬佬啊，啊咁啊都提早仲有一兩台食客嘅，咁啊食埋都完噶啦。啊，都5.9噶啦嚇，咁啊啲人食埋啊，一餐咁啊收檔噶啦啲餐廳。壽
喺個瑞士咖啡室。啊，落曬雨啊！街上嘅人流都少咗好多，即係依排都喺度諗緊，哇，會唔會落雨呢？琴日都陰曬天嘅，同埋依排都成日夏天咁啊，都好耐冇見過雨天嘅香港。啊，喺樂富村咧揾到一個咁樣嘅一塊壁畫，啊，都幾滑稽。哇，6:00 嘅樂富街市，啊，人山人海啊，影到。有些人買花，有些人買餸、啊、花圃仍然是很好生意。哇，原來樂富也有芝麻糕買的，還有彩虹椰汁糕，我也買了紫芋糕和一個彩虹椰汁糕，$15兩件、啊、6:00、啊、餸就大便宜賣大減價。哇，菜啊那些啊、因為佢賣唔曬就基本上大平賣噶啦，基本上啊送咁俾你咁滯。哇！一字排開喺度揀菜啊，成交。哇！都有啲新嘢喎，墨魚畫，仲有呢個海蝦畫，海鮮啊！哇！啊，好靚嘅海鮮，有成交。挺好生意的，哇，一堆堆菜买回家。蟹灯这档落发海鲜都受欢迎，很多人围住，今天都不是档档有生意的。经常觉得这些海味铺其实是一种艺术、啊、你看到它摆得很漂亮，很整齐。啊、就咁你望落去咧，遠過嚟望落去咧，就算你唔買都好啦，都覺得好得意，好有趣。嗰種擺法。夜晚嘅環頭磡啊，差唔多6:00啦嚇，咁啊哇，成個獅子頭遮住咗啊！以前咧好清楚睇到獅子山嘅，啊今日大霧到咁樣。咁啊，最後講下啦，今日好似係少過20:00嘅。啊、感覺應該可能依一波就完㗎啦，第四波。而我覺得咧，全世界嘅趨勢咧都可能就完㗎啦，即不需可能一年半年咧就還完㗎啦、啊、就可能變翻正常，啊回復翻以前嘅正常日子都唔出奇，啊未必咁悲觀咧，就話咩10年8載咁樣嘅，我只覺得，啊啲數字係我見到整體數字係跌咗嘅，咁啊直播再講下啲數字啦。咁今日都有啲驚喜嘅，咁我行街咧有街坊認得我，俾咗封利是我，咁啊都多謝佢先。嗱，咁啊今日講住咁多嚇，咁啊即係記得撳 like 啦、share 啦，同埋免費訂閱本頻道嘅，咁啊多謝收睇，拜拜。